现在演示卸第二根轴，来。好，往前走。好，开始。你看，现在操作的是第二个气缸啊、哦，就是这个啊、哦。哎，好，稍等，我拉近一下。这个地方动作。OK， 好，嗯，好，再来一遍。打开，上。OK， 好，稍等，好，来，好，打开，好，卸下来，好，跟刚刚是一样的，跟第一组轴上轴的方式是一样的。再来一次，打开。